者啊，就是、我打我把打射，我把打射。哎，哦，哇哟，蚁王，痛啊，蚁王，蚁王在雷啊！你、欸、是不是快结束了、啊？那蚁王都已经死到我们家来了。蚁王现在在哪？他没光了、欸。对啊，他的光嘞。他的光嘞？我找不到他、啊，他在哪？他死了，死了，被我打死了。好，要打死就好。我们要放那跳高台了。放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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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了。可以跳上去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这个我们也上去。打空战哦，哇！下去，下去 ，pick 下去啊！喂，哎、欸、哎，等一下，喂。哎、欸、，pick 进来了 ，pick 进来了。坐坐，坐坐坐坐坐。pick 进来了，啊！被干掉了，被干掉了，被干掉了。怎么会？哎呀，他们跑进来了。对他们有那个了，走空桥吗？哇，对，他们走空桥跳进来。坏坏坏坏，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可以破坏的、啊？那个要那个要怎么买啊？没有破坏的，就只能再封住它而已。可我现在有换那个封印石，可以把它封住，至少不要让它再往前了。哎、欸，跳来跳来跳来，有一个跑进来我们家、啊，有一个跑进来我们家、啊。看到了。哇！作者直接跳，直接跳进来。作者来，作者来，全部的外面都被挖走了。哎、欸，又来了。哇，蛇瓶，上面还有弓箭手。哇，这桥超级过分的。也可以这样啊，利用他们的弓。可以啊，是可以，是可以。哎、欸，哇，好烫！先封住。哎呦。太过分了，掉下来了，对吧？打空战啊！欸、有人坐着行过来了，我忘了出去了。坐着死，有一个有一个，我爬过去了。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，数字人数字人。哎、欸，中间中间中间，夏树你不要你回去，夏树你回去。哎哎哎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哎、欸，家里有人家里有人家里有人，帮忙一下帮忙一下，来了来了，哎、欸、掉下去了。欸对哦，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又有人，又有人跑进来喽！哎呦，挖了，挖了，被挖了，被挖了，被挖了！砍他小子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战神是我们的希望。小狐狸，好吧，听不到。啊、哦，有人上来替补了。好，我想拿个东西吃。说，有一个摔死，有一个摔死。飘赢个遗忘啊！有食物了，可以继续战。跳高台，如果还有别的也很好，不然的话他们都守一个地方、欸。遗忘30秒。30秒，好。空桥现在暂时是我们的。欸、有家裡有空桥，其实反过来也可以通到他们家。有啊，我在走了，我在冲了，我在冲了。哎、欸，家里有人，家里有人，哎，水哦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偷打遗忘、啊。哇哇，你们那里也太猛了吧！那怎么上去的？哎、欸，我们家右边两个哦，战神那边、啊，他们快把鱼王打走了，他们快把鱼王打走了，把我们家的都挖完了，快点，快点挖，快挖，快挖，快挖，趁现在！骷髅头，有了，掉了，掉了，掉了，可以挖，可以挖，好，没事，挖，有，挖到一下，回去一起，漂亮，我死回来了，谢谢，有问题没问题，我刚吸引了三个，可以，再来，可以，赞，哎，我们5000了。就有人要弄遗忘，然后有些人去弄宝，对，上面也是直通到他们家，可以，直接去了，再挖一下，哇哦，哇哇哇，你是趁他们戒备都松了啊？对啊，趁你们都回去的时候，快跑，可以，核心，我都买了核心，啊。什么 ？That's antique magic player。是谁呀？作者做了什么事？我哭光了，勇敢！我不是哭光了、欸，我到了，有人到了吗？等下，我帮你勾引，等一下，我还在中间。好，What the fuck？ 在补。他们上面站了三个人。哦，他们上面放一堆箭矢，这样的话，他们那个上去的时候被刺到。那个我先，哎、欸，家里有人，家人。好，来哦，你看我到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有，我干掉他了。小狐狸小心，交给我。我来帮忙做了。杰克，坐着，杰克挖，杰克你在哪？哦，这样。为什么每次我想离开的时候，家里就刚好有人进来？坐着，杰克挖，快！啊！坐着，我跑，快裂开了。坐着跑，好好快。你先交替一下。我觉得可以刚进去了。那个坐着已经来了，我看到。
追不到他们。他们跳那个，他们跑上面的，哎，注意头上，注意头上。哇、哦，直接爆，直接爆炸了！有有，干掉他，干掉他！他到左边去了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他从那个、啊欸、空调太多了吧？哎，有、欸、收到他，收到他。爆再两次，再两次，时间。哎、欸，我们遗忘，注意遗忘，遗忘时间，差不多了。遗忘时间了。遗忘在他们家、啊。老板，看到他时间吗？有没有近视啊？哎呦！小心，等下要到跟我讲。要打他。地底下的人。爆炸烟，爆炸烟。哎，头上，头上，头顶上，哈金。遗忘时间35秒。三十、三四、三五。作者跑到家里了。等下，我还有哪里？作者跑到家里了。左右。我走正中间、欸，正中间，因为我是从上面看到他下来的。哎、哦，杰、欸、克你在哪里？我在，我要即将进去了，可以吗？好好，我在中间，我在中间。一万二十秒，够了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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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万二十秒，累。我在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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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。一万守住，一万守住。我被电了，一万现在。挖一下，五秒。你挖到一下，打一万就赢了，打一万就赢了。打，没有没有，好像是八九千，九千分，九千分，九千好，我现在这么多，可以退啊，可以退啊，遗忘，遗忘，那我现在力量效果，小心哦。哎，哇，感谢，没绿宝石效果，没绿宝石了。箱子里有装备。哦好，那种拿来免洗的。哎，有一个过来。耶！再两次，再两次，有一个过来了，在左边呢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家，对对对，我们家左边。嗯，哇塞，红色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又有人来了，家里家里。我没事，左边那个我打死。好、啊，桌子，你不要。有个进去了，有个进去了，左侧、欸。啊，他在问我们分数。桌子，有我把桌子射死了。嗯。刚不是有一个附魔的进来吗？对，哦、這有对。不想和。追他，追他。我在同一个世界。哇，跑很快哦！你可以在哪？即将过去，可是我被定住了。那个遗忘，哎，我们家正中间有一个进去。我被遗忘定住了。遗忘在定人呢、啊。遗忘111秒。你们可以，哎、欸，你们可以走下面，因为哎、欸，不要死，五个人，上面五个人。啊。好，家里的结束。结束了。有一个中间呢、啊，一个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往右边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哎、欸，靠背掉下去。哎、欸，桌子在挖哦，哈基，有人进他们家里吗？有，在他们家，在家里是他们家里，我相信你哦。我没看到你啊，我在啊，哎、啊欸，有人在偷，我在挖，我在挖，挖一下，挖一下，有，可以，我也在，我也在，继续，挖，快点，再挖，差一点点，啊，泽平你呢？我在后面。喂，只剩一下，只剩一下，挖掉！哇、哦！哇、哦哦！你哇！你真的挖到了！哇！哇！你玩到游戏了、啊！你会玩这个游戏了？可以升点的，可以升点的。你破台了，你破台了，破台破台！哇！有看到那个绿仓杖三世又是作者哦。挖的好像有一点多哦，嗯，一直搬回来，中间到底有几个口也不拉个头啊？太多了吧？来吃啊，看看显示杀敌。嗯，对啊，这场真的比较和平，因为都是那个都是王，真的都在打，都是赚分数的，死亡数也还好。挖核心次数，那两下，环形三下，哎嗯、哇哦，这边有两次哦，应该跟我那个，嗯嗯，附近的协助补核心，哇哇，一颗叫好，挖了一片，嗯，绿仓战士，我没有脸，没有脸了。零哦，都直接拿光啊！好多零啊，我都没有领，我都没有领钱。那个小狐狸，我怎么拿40个呢？啊，小帮手，小狐狸，小帮手，幸运小狐狸。
因为你很幸运，就可以一直拿吗？小友就被发现插低。哎呀，我发现被抓到了。哎嘿，发现一个小问题耶、欸，如果直接点那个快速买东西的那个箱子，他直接会直接拿那个仓库的绿宝石吗？他不算，对啊，不算提领。这样子的话，那就嘿嘿。哦，不算提领，不算，不算提领。哦，买装备那些不算而已、啊。对对对，你就可以狂买装备，是不是？就狂买都不会被发现。买手套啊，所以就买了手套。间谍就是把装备全部都领光，然后还不会被抓到。哦、对，然后对对对，没有间谍模式，你干嘛这样？亏空国库。啊，我以为有哎、欸，我都玩的那么认真。是你是不是？小狐狸，小狐狸，我帮你抓到了。我看看哦，买一堆那个套装，哇！你这个空调真的超垃圾耶，这空调超猛，可是那其实蛮贵的。对，跳药跟那个巨臂都会有。哦，这个例子好卡。想说旁边的看真的，对，就是用那个的，那很贵，那要一组的铁跟二十个绿宝石。虚空门岛，对啊，我觉得那个跳台很，我觉得还蛮聪明的，用箭矢堵住口，用箭矢堵住那个，他这一下上去一定会受伤。欸，可是我上去没受伤，好累哦，这个是从底下上来的时候，那个效果很卡，还好欸，我通常都没弄到，我是，可是重点是会很卡，到这附近就开始卡卡的。粒子啊，有粒子，粒子效果。他刚有说用那个啊，没有错，可是这个就很垃圾。清除药水键。下次会改。坐着好可怜。干嘛？坐着一直被嫌弃。哦。哎呀，喷了好多箭矢。哦哟，他就消失了。嗯。我真的还蛮聪明的。因为我觉得这跳高台其实超级好用的、啊。好用啊，被打的时候进到里面，对方也攻势也会缓下来，就比较难追，赶、嗯、快先跳走，然后就可以补回来了。还好我们还没可不可以在那个跳跃高台这边放个什么核心之类的，那可以瞬间飞超高这样子，瞬间飞超高，火箭人顺便加个漂浮器，火箭升空哦，直接冲出去直接每天，那感觉很好玩，也超强。对啊，他们家一出来就跳高台啊！他们家一出来就跳高台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后面的那些选项啊，什么啊啊！我想说，奇怪，他们怎么一直在死？对，然后就擦一擦嘛。你知道他们说他怎么一直死？我想说，奇怪，他们在干嘛？还是我不知道，原来是我按的是吧？抱歉，我想说这按钮没有什么用。而且你看他们出来就直接跳高台，其实对啊，就直接入侵他们家，超爽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刚才也是在这里就是偷窥。啊，你才是说哎，我冲哦。对啊，而且你们我那一次就是说你们死掉的时候，我就在那边蹲。哦，两个人，好菜，冲过去。然后我们有暗藏间谍在他们那哦。嗯。一开始就用跳台。对。哎，就是我。样子，有间谍，对啊，其实盖前盖就好，就最近那个。CLC，就是啊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CLC，还有一分钟。哇，今天就不加，今天就不加班了。好了。感谢打得好像啊，今天看啦，看好吵，不要再玩啦、啊、来这边讲啊，感谢收看，那你以外明天会有新的精华，你以外的话啦，像是啊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精华或其他系列。好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那要进去。
又要讲一次好怪哦！感谢收看啦，如果喜欢想看其他系列吗？下次见喽，拜拜！呀呀呀呀呀！哎，我霸凌你还射我嘞，我霸凌你。